宫》，近期又因热门网络 IP 改编的爆款虐心苦练宫斗良心剧，无论是大漠飞沙、宫廷楼阁、千军万马的战争场面、人心算计的宫廷斗争，男女主角年轻貌美，颜值上限，一群老戏骨呢演技靠谱。不同于近年来的廉价绿幕特效的古装片了、啊，本剧可以说是一股良心清流啊！你要什么，我都会给你。还没看过本剧的观众朋友别担心，容我在这里呢帮大家复习一下前面的剧情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呢哥哥死了，弟弟娶嫂嫂，妈妈不是亲生妈，大妈还是亲生妈，你妈妈加害我姑姑，我杀死你爷爷爸爸和妈妈，还有整出剧从来没露过面的七个哥哥，儿子要杀爸爸，爸爸要处死儿子，哥哥陷害弟弟毒杀弟媳，弟弟要抓哥哥，耶、yeah, 男主角终于入主东宫当太子喽。好啦，相信经过我这样详细的解说，你们一定都清楚前面的剧情啦，那就可以放心追后面的集数啦。东宫今年度首选乐极深虐的极致虐心苦练之作，诚挚推荐给您，是您不容错过的最佳选择。